一大早这么热闹，在看什么？好烦你哦！看一些收集的照片啊。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照片呢。相亲相爱真好。这有什么？那你觉得靠太近，会不会是听不到？这位张同学的阳气这么浓，要不要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啊？张同学，这是什么？这两个人不要靠这么近了。哎，这是。对我来说，真的很特别。啊！我刚刚怎么就这样抱上去了？他该不会以为我想干嘛吧？你男人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对你很特别，有多特别？为什么特别？